准备好了吗？预，预，预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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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准
从身体放开自己，因为地心引力它抓不住我。OK， 大家行事。那 LA Boys 愿意三个人一起站在台中间吗？真的出现了，真的我也吓一跳。我说怎么可能？谁说服我？我刚刚以为你可能轻打给 Stanley，Stan 才不好拒绝。就是我啊，我是弟啊，或者是金曲歌王，说哥哥就来的好意思。OK， 那我先问一下 Steven 应该没有看过这个人模仿。Hey Tim， 你不认识我吗？哎，不要靠近他，不要靠近他。黄立行啊，有像吗？有像吗？有一点点，那个眼神，其实对，眼神。这假扮的黄立行竟然敢跟 Steven 称兄道弟，哇哦，都不怕出糗吗？好了，不过我们真的要一起看一下 LA Boys 可爱的照片，这张。照片里面有你们三个人吗？对，在哪里？对，很明显呢。其实这是都是我们我妈妈那边的所有的 cousin， 对，表弟。中里面有我，有 Jeff， 有 Stan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好不好？看今天的女主角来联谊的女孩们能不能猜出来 ，Steven 是哪一位？是那个蓝色。衣服蓝裤子脚开开那个吗？不是哎，那是我哎，不好意思。I give you a hint, Jeff. Jeff 已经开始，他那时候头发就开始秃头了。那才是被抱的那个哎，逮捕被阿嬷抱的那个。哎，我数最小，在我们家里不是。是我最了解你，还是要不要请他们都先走？他们先叫声。真的是那个抱在手上的、啊，好小哦！我跟 Steven 差年纪还蛮多的。Stanley 在哪里？就绿穿绿色的、啊，小绿色是 Stanley。对对对。哦 ，OK。马上要来进行的是女生的自我介绍以及送礼物的时间啦。第一位是甜姐儿刘一心，她要如何让 Steven 留下印象呢？是我自己插的花。哇！我叫做一心，就是现在算是半个生意人半个艺人，就是还蛮努力在自己的事业上面，那也希望就是 Steven 会喜欢就是比较独立一点的女生。好，那你看 Steven 很 gentleman， 赶快站起来接受。触感怎么样？很不错。其实我的肩膀骨头有一点错位。你不要这样子。对，骨头也错位是不是？可以瞧一下。可以瞧瞧看。OK， 那这样子。不对，不是，我想讲一下。Stanley 怎么样？一技术灰行不上 Eric 可以点。我也有在看节目。对。不一样的。你哪一我就是那一盆花，就是被这么大我的朋友给糟蹋了。看写的不一样。念一下，念一下。Hope you are the one. I'm fragile as a flower. To protect me. Oh my God, 他好恶哦！他说他有 OS 的感觉，脆弱像一个花，需要你把我保护的很好好的保护，好好的保护。对。真的，你要讲一下你对这个有啦有啦，我表弟，你是花，他会把你好好保护。好。如果你是花，我会给你戳戳的。要把它好好的养，所以它像花一样需要你保护它。好，谢谢。
清纯可爱的 Jenny 能成功为自己博得 Steven 的好感吗？喜欢下厨，然后我觉得喜欢做好吃的东西给喜欢的人吃，然后今天早上就是洗手做羹汤，然后做一个那个蘑菇 tapas， 希望你会喜欢。Dr. Steven 还是热的，因为我刚刚有放在那个保温袋里面。哇，谢谢。其实我看看。你讲看你要吃吗？没关系，反正吃剩菜拿过来就好。希望你会喜欢。好贤惠啊！其实我表弟很会煮饭的 ，Steven 很会煮菜，超会煮菜的。怎么样？很好吃，谢谢。谢谢。他的最爱给他爱心。也要亲一下，是 Jenny， 这是 Jenny。Hello， 我是 Jenny。怎么这个没有爆呢？这个没有爆啊？为什么没有爆？ OK。有点那个歪掉，回来，你会把他拉走。哪有这种背都歪掉？他背也要翘，他也要下那个。他直接给他看，他故意。你看我没穿奶罩，这样就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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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哦，我背有问题，哎呦。一下背，对，哎，这个算不错，蛮有心的，自己做的小这个小 tapas， 我觉得做的很棒啊，那个很精致，然后就是口味都在，有同样的一个兴趣是煮菜，哎呦，一起煮菜，画面还蛮好看，哎，我也是，对不起，确定你会煮菜？刘一新说他也喜欢煮菜的举手，我的第二本说是多少？我说谁会煮菜？我会煮泡面。泡面的分我就好了。泡面跟 stand 那我们继续来看看第三位准备什么。外表活泼外向的夏雨欣会是阳光型男 Steven 要找的人吗？我今天带了一个豹纹的口罩，为什么要送豹纹的口罩？请你先回去喽。这个是秘密姐。等一下，听我讲，因为我知道他是医生，工作会需要，然后可以把我的心意带在他身上，而且是豹纹的，就会比较你知道。林医师愿不愿意收下这个豹纹的头？拜托了，林医师，你会觉得这个豹纹？林医师，你愿意是 ？Steven， 你买啥呢？在小北百货里面买啊，在小北百货的屋啊。从这个看得出来他的 creativity。哦，他也有创意，他的热情，他的创意跟热情，所以其实很感动。好，那自我介绍一下，跟 Steven 认识一下，夏雨欣。我是夏雨欣，那我今年27岁，然后是台北艺术大学舞蹈系的。他是舞蹈系的。我是学跳舞。我表弟也很会跳舞。哎呦，潇洒可以，对不对？潇洒。中间一点，中间 Steven， 中间一点。我也不是很会潇洒。我觉得穿着这样子这样的跳法还比较适合，可是我也不是很会。跳得开心吗？跳的感觉怎么样？为什么变诸葛亮？你变诸葛亮？对啊，诸葛亮。好，所以这个姐姐我还没有跟她抱抱哎。那接下来我们就看一下，因为你刚刚在跳舞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很不爽，就是蒋梦麟。这怕真的多，对，他都没有笑，他就脸臭，是臭，很臭。好，那我们要细讲。对对对，看你带什么见面礼。见面就送上一段跆拳道表演的蒋梦麟，会踢进 Steven 的心吗？带了那个。很好吃的巧克力，还有卡片，我刚刚我亲手写的卡片要给你。哦，好，谢谢，谢谢。然后你可以看一下那个卡片，卡片呢？要帮他读一下。哇，又有。
有卡片。To Steven， 如果能想和你互道晚安，会是件幸福快乐的事。对。你现在靠这么近，想要抱一下？还没，因为我真的没有很多那种，刚用过之后我不会再用，所以这个意大利，看他有意大利葱干火腿啊，这个又是这个就是在这是什么家里面这样子？不是，是打拳的一个道具。对，这个其实是踢把，然后我希望这是有打，我希望能送你一个才艺，跟其他人比较不一样哦。送你一个东西，拿给大家。那你可以帮我拿一下。哎，要互动哎，干嘛？要踢的。OK， 基本是不是？厉害！一个女生，感觉很恐怖哎。你真的可以跟他互道一声晚安，叫他走。好不好 ，Patty？ 你看他踢完，你有什么感觉？我是想说，这样子会吸引到男生吗？这一招搏得很大，就是不是大好就是大坏，说不定他会对你印象很深刻，但也有可能会吓到他。也没有关系，因为我就觉得，这个是一个比较不一样的专才。所以，所以你说嘛？没有，他干嘛打举拳，就希望可以跟 Steve 一起打来打去。对，我希望我们可以一起，你们在家可以摔跤啊，摔跤。对，我高中都是摔跤队的 ，Steve 是摔跤队，校队的，在家可以这样哇。那你可以教我摔跤吗？你现在教了几招啊 ，Steve？ 可以吗？比较简单的吗？可以吗？可以吗？示范在你身上。他说对，示范在 Sally 身上。耶！我是恁弟弟呢，你喜欢弟弟的，就是要给你。你等一下，如果很痛，你可以是啊。苦行僧黄立行，广告回来摔给你看。